么办呢？来，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检查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社区长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好不好？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家，因为我们是要来讲来绘这个屋顶上的猫这个绘本，就是我们要这本绘本来彩绘到我们的壁，要让人家游客来到我们家，不用看这本绘本，就知道这个故事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又在继续在画，我们有继续在画，所以我们两个月，只画两个月而已，两个月因为要做一次画家整体拢起来吼，是无法度。因为咱咧画，阮这是较立体，所以吼，咱这爱打打画。因为咧画一定拢用这个精神吼，爱足精的所在，安尼咧搞画。所以阮若礼拜六、礼拜天，阮就较无咧画。所以吼，咱这画这吼彩绘，这就是爱有迄个灵感。灵感来时，哪画哪水啊，按哪画哪兴趣。所以，我这彩绘这就是算讲。我较早就是我伫咱这个戏院咧画糖棒，我这朋友就是我的师弟，伊话来遮算话来遮做手工，话来遮画这个，咱管怎叫做遮彩绘安尼。因为因这就是算讲，我这师弟就是讲，咱即马酒驾是毋是足严的嘛？所以啉烧酒有算讲都无小心，所以单来分配来伫我遮。教员呐，较早细汉咧画糖棒做伙，即马倒来大汉，大家拢做阿公啊，爱倒来做伙。这是咱有缘，像咱这个小米同款。因为小米来我遮，算讲完啊，伫92年的时阵吼，较拄啊，我话有甲一挂朋友讲，伫92年，这个小米可能是生得太多，所以迄只鸟母，搭甲一只鸟仔来阮厝。你来阮厝的时候，当然伊娘母家来一定，伊腹肚即个娘仔，都腹肚真饱嘛。那暗时枵的时阵，煞开始会叫声。阮才知影讲，遐那是只猫啊，猫仔伫遐。所以阮太太甲阮后生赶紧甲捡，我怎啊掠起来认养啦。认养了后吼，阮就赶紧去买一挂牛奶吼，赶紧甲饲。饲到99年，我就是算讲迄段期间，阮囝就是看伊的动作。看伊行动，所以阮囝都话对这画图话真兴趣，伊话广告设计诶，所以就是从开始就咧，这个画这个人啊，人讲多先写这個故事出来，写这個故事了，我伫99年当选理事长诶时阵，我来参加文化处，文化处比赛这個、故事绘本比赛，都有得奖，有入奖入去。了后，我就怎啊好，怎无就开始，阮就啊伫这个今年，我就怎开始，就怎来甲用这个绘本的内底内容，来甲画到咱的墙壁。要画这墙壁，阮拢有经过咱这里啊这地主，咱就制作同意书，爱互阮社区，阮带再来甲画。用这个经费，就是咱用为这个水保局。这个、水保局就是讲，因为咱的娱乐空间嘛，伊有这个经费互阮，了后阮就怎来甲彩绘。所以就是讲，咱这个不管讲这个猫啊，还是狗啊，不管什么动物，咱都是爱来甲爱护、爱甲惜。伊嘛是含咱人拢同款啦。所以就迄阵小米就是含阮做伙伫食饭嘛，拢同款咯。因为阮坐咧食，伊是伫涂骹的时候，阮若食什么，阮就提什么互食。拢含阮怎变出那像一家人。所以那一家人的时候，我伫99年的时候，阮若即马当选理事长，理事长的时候，我就出去咧扫垃圾吧。这只猫就拢会倒到出去，咱像咱的主公同款呢。算讲，甲旧年，真不幸，拄好伫7月份，这只小猫过对面，过对面佚佗，佚佗的时阵伊可能话急别转来时就走转来，所
所以无看左右有没有车子，哦，所以啊，伊都向尾走过，啊，迄，那个开车子，哦，因为阮迄阵了，遮装也都无遮侪人的时阵哦，开车拢速紧的，速度速紧的，速紧了后，这只小咪不小心被他撞到，啊，撞到我们就看到嘛，看到的时候，阮就赶紧啊送病院，无法度啊，无法度甲救这条性命，哦，啊，所以就转过往了后，哦，了后阮就转讲啊，看到。也艰苦，阮都啊甲彩绘做咱个壁，哦，头前遐个壁，啊，即马了后遮就是讲小咪细汉的时阵，啊，伊个在佚佗的当中，阮就开始咧甲写伊个故事，啊，当画图壁安尼。所以阮都有当时啊来，哦，阮拢那甲尤其讲是拢较有教育性，哦，啊，咱像咱即马这个休困的所在，这舞台就是原来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啊，变咱这个尾巴，啊，这个是尾巴，这就是鸟啊。一个鸟的形体，好啊！迄个鸟头就是咱熊妈妈，好、哦，因为这张年景差不多比较一百年啊。好、哦，这张年景较早我就是我的妈妈，哦，咱讲做媳妇来到遮拢会早时啊，拢透早起来拢爱扫涂骹嘛，好、哦，因为所以伊拢若像安尼起来扫涂骹，拢扫这所在，因为阮遮较早拢种年景种足济，所以阮在留存留这层，好、哦，留这层的时阵，我当阮。把娱乐空间的时候，阮就来甲做这个所在啊，做起来。阮老爸的故事，因为这五个罐头，就是阮妈妈生五个，哦啊生五个，我就甲用这五个罐头，就是讲，哦较早妈妈嘛足辛苦的，哦为着要请囝，大汉的时候，伊嘛足艰苦，伊讲照顾着这家庭，哦唔惊，哦都政府哦惊枵着，哦啊所以拢这家庭顾甲足好些，哦啊所以。这张年景，阮就讲因做到咱这个年景卡遮，啊会当互人休困，吼安尼，吼啊所以，那即马迄个罐头有开迄个所在，就是讲小朋友，吼即马那细汉，那细汉那那甲囥个啊，即马阮对面阿公阿妈吼，拢会带孙仔来遮，来遮的时喏，拢即马来遮甲饲饭，啊遮饲饭即马那无啊，伊即马囡仔怎甲下到迄罐头内底，爱就都蹲一底，囡仔拢爬袂起来，小朋友爬袂起来，啊所以嘛足安全的安尼。哦，啊，咱卡多啊，咱那一位记者也是在那边哈，纪宝文那边，那个是爸爸，哦，那爸爸嘛很辛苦啊，哦，伊就是讲出国咧赚钱，哦，迄、那个纪宝文，那是阮就是讲，迄个故事纪宝文就是讲，爸爸嘛拢伫外口好赚钱，当来好咱的家庭来维持咱的家庭安尼，所以这个妈妈啊，迄、那个爸爸安尼，所以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故事吼、哦，有人啊讲起来足长的，那所以吼、哦，美存吼、哦，医生讲话咧讲，时间有限啦。哦，时间有限，啊用这哪有人？我不一概讲这个故事吼，讲甲迄一个叫做国中生吼，讲甲伊怎目屎怎流落来呢？啊，所以用咱时间相对，所以我无法度讲甲足长安尼，我拢本说安尼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哈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，我们留给下一次。如果说各位有机会要过来的话，可以联络我们的理事长或者联络我，我可以帮你们安排这个，可以过来看。其实我们下次看的话用定点的，不要赶行程，可能会比较深入，比较有故事性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请各位，如果说有需要拍照的先可以拍照啊，这边有茶，有口渴的可以先来这边用茶，之后呢我们大概在10分钟之后我们要赶快出发吃饭的。好，谢谢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不是还有人要赶高铁吗？谢谢。对，好啊，所以可能麻烦你现在要拍照的在10分钟哦，好，谢谢。